这得爱训练啦，哈，这得爱训练。我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先爱有一个底，啊，爱准备，啊，身体爱够用，啊。我想咱伫三义哈的抗战，应该渐渐有迄个队伍的队形哈。啊，咱爱互咱的民众放心，咱毋是要甲伊相拍啦，所以应该是袂受伤啦。啊，当然有一半下像有一个三重的哈，迄个，但我即马嘛汹涌想要去线上。再贵啦，郭大哥对，哎，郭大哥，啊，高阳那个姓对啦，哎，拢八十二三岁哈，因两个小可淡薄状况啦，不过尾也拢平安回来到厝啦哈，啊，所以就是讲至少咱的身体要顾到这种的情形哈，有意外难免啦哈，但是咱爱坚持哈，这就是今年应该一个真重要的抗争的。计划啦哈，所以咱来准备，心里有准备。啊，落来招较济人个啦，啊，招较济人。咱去三义，那个在高雄遐嘛有人来哈，30几个人来，所以到呀，3台游览车百外，啊，百外就真有气势啦。但是你若搁较想吼，咱若有300-500个吼，迄个气势就加足大，对哇？啊，咱若来开到嘛爱500-600个啊，500-600个吼，警察小可呢。麻烦一下啦哈，伊若要抓嘛要抓足久个啊哈，啊抓咱就是搁倒转来，抓咱就是搁倒转来，啊，反正伫江炳坤伫中国个时阵哦，咱就是爱坚持，咱就是反对签埃克化啦哈，所以签埃克化，因为埃克化若签落，后边就是和平投降协议啊啦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咱无论安怎，一定爱强烈表示反对，啊，和平协议嘛是爱反对的，和平协议嘛爱反对。啊，搁另外一个一定爱反对的，伊即马中国国民党在遐选举哈，台湾家渐渐伊的选票也流失啦。2012年，马英九哪个算哦，无可能700几万票啦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所以就是咱若要赢哈，一个就是伊的选民像这边选举投票率其实足低，啊，咱是安怎较会赢？因为咱的人鼓励出来投票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因的人歹势啦。因为人歹势，唔敢出来投票，啊！因为人嘛，唔是讲拢作恶一个，有时啊是讲哦无清楚，啊！报纸、电视安尼甲包装，感觉伊袂歹，啊，相信伊，啊，一当外来哈，傲慢，啊，佮这是大部分拢是贿选，互掠到的，啊，所以伊的选民嘛，感觉讲啊，你都贿选，你互掠到，啊，歹势佮讲哦，你佮投伊的候选人啦，哈！啊，所以应该2012年，咱也要选啊。马英九应该是愈做会愈歹啦，因为伊这個中国的政策，民众会愈来愈惊吓，啊！但是哈，咱的选民爱鼓舞伊出来投票，啊！咱的选民特别深绿的选民，啊，深绿的选民真袂像那个无出来投票，大家应该小可拢有了解啦，哈、啊！就是对民进党无满意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是讲哦，咱嘛是爱甲透过这个观念。从相对来讲，中国国民党这一定是爱情啊下倒，啊，民进党是无好，哈、啊，嘛是爱高声出来投票，对不对？投先把中国国民党下倒了，咱的人当选了，啊，换咱来监督民进党啦，咱得爱有能力监督民进党，安尼民进党较袂惊岔去啦，哈、啊，像即卖吼，要甲拜托啥，拢也袂顶袂当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即卖就是讲。至少咱有去甲老建国帮忙，有去甲郭总统帮忙，啊，啊，大家一个关系也袂歹，啊，蔡总统总召啊，看咱应该有够当啦，哈，啊，咱陈大哥哈，陈立皮大哥甲我讲哦，哎，有哪找几个啊，吼，拢啊黏的哦，像乌皮安尼甲黏的哦，拔嘛拔袂开安尼哦，以后要拜托伊做代志，有哪较好做啦，啊，想想嘛是有影啦，哈，对吧，哈，来讲咱这個关系，大家有一个共识。啊，总可能甲拜托袂行，个人的委员甲拜托应该加减会有帮助啦，安尼对嘛？啊，所以这吼讲起来要过头过尾嘛，真歹过啦哈。啊，真多谢大家安尼一路坚持哈，按望这条路真紧，咱会当完成咱的目标啦，会当倒来春桃孙啦哈。啊，因为大家真侪拢做阿公啊，做阿嬷啊，应该若准讲咱大家。会使努力哈，爱当予咱的啊支持者
搁较济，啊，搁较了解，搁行，搁较有行动。我想这個力量应该是愈来愈大啦，哈。所以2011年，咱爱除了2012年的总统大选，咱有这种的角度。2012年有两个选举啦，一个就是立法委员的选举，啊，一个是啊总统大选，哈，啊，这拢足重要，哈，啊，一个是间接民意的，咱在推动讲改革立委选制，哈，啊。时间上可能未啥好啦，啊，咱即卖要杀迄个改革立委选制，可能未啥好，啊，所以目前咱的拍拼应该拢无法度照咱的理想来实行，但是嘛是爱继续推动啦，继续推动，因为即若要改变整个台湾，要改变足难的，啊，所以咱就是做火车头，继续诉求，啊，希望当选的人会当替咱宣传这种的理念啦，哈。啊，2011年上个重要就是爱吴洪马英九甲中国签迄个和平协议啦，啊，一个话甲和平协议这种袂使签，啊，袂使哦通过不在籍投票啦。伊知影伊选举的票愈来愈少，啊，伊即马就是要推动啥呢？推动讲伫中国遐个台湾人哈，毋免等来投票，咪当投，啊，即个做票的空间足济啦，啊，即咱一定袂使哦通过。所以讲，嘛要通，即若要通过吼，咱拢爱抗争啦，拢爱强力抗争。啊，无你伫台湾倒倒咧吼，咱若赢，伊还阁来送200万来的票来，讲因赢咱200万票，你规个台湾家都拢无路用去啊，嘛是因阁咧做，对无？所以即个方法呐，敢若你若无注意，敢若无啥重要。即个像较早因咧做票的，哎，澳博同款就对啦，即马澳博想到无博啊。在台湾买票啊，买袂啥行，伊即马就要用推动这个不在籍投票。不在籍投票吼，连伫世界各国的，包括中国的，伊若认为讲伊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吼，伊就拢会使投票啦。安尼敢有啥道理？对不对？啊，伊也要交税，安尼敢会使投票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这一定爱迄个强烈反对啦，哈。所以大家爱小可了解，人阿在问的是哈，爱甲咱的民众说明。啊，咱就这段时间呐，就爱甲其他的社团合作，啊，来咱关心伊，希望林刚伊嘛会关心咱啦，啊，咱的目标看开外界是拢感觉咱较政治性，啊，咱的诉求，因为咱的标语拢用甲足硬啊，哈，就是台湾独立建国啊，推翻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体制，啊，真侪人拢会紧张啦，啊，敢咧听着革命两字吼，敢想要相拍同款啦。咱就是非暴力啦，咱就非暴力哈，啊，所以大家爱有耐心，甲对方解说啊，啊，一当外来哈，渐渐应该有咱的飘头啊啦，咱的飘头应该是袂歹啊，咱也毋是条工尾甲警察相冤家哈，啊，所以咱的成果也渐渐看会到啊哈，啊，所以一挂候选人伊就较愿意讲哦，招咱去解斗骹手，我是感觉咱这边去高雄乡遐哈。是嘛是，甲迄条建国也拢真好个咧啦。你甲看咱去吼，伊个竞选总部规个留一个滚滚啊，对不对？司机建国，人也惊遐过嘛，感觉讲这看下着较有当选个，较有当选个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本来无想要投票嘛，讲啊，这场较会赢，我来断落，对不对哈？这应该是拢真好个示范啦哈。啊，但是这着予候选人本人。家己来做一个决定哈，啊，咱就做咱做会到的啦哈，啊，身体要够用哈，因为应该阁过来渐渐天气咧，就渐渐会小热起来哈，即马算上寒的时阵哈，应该冬节已经过啊嘛哈，啊，所以渐渐就会小热，但是得讲爱到二三月了才会完全啊，才会完全啦哈，啊，所以大家伫遮的时候衫爱穿好烧啦哈，衫爱穿好烧。感谢大家啦哈！啊，大家新年啊，希望春年的代志哈，啊，国家的代志拢顺利，啊，咱的抗争拢成功啦！人民全胜利，人民全胜利，人民全胜利，全胜利，人民全胜利，人民全胜利，人民全胜利，全胜利。台湾人民团结起来，人民全胜利。台湾人民团结起来，
人民转生理。